这么多啊？你还说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当心，事关三公主前程。裴思学，裴思学一个外人都来了，我身为乐礼府的男主人，自然是。自然不能缺席。芊芊，字写错了。哪个字写错了？这个字。就是这么写的呀。我写一笔，你跟着我写一笔。哎。好了好了，这回对了，是你在我心上。行了，你赶紧辅导我功课吧。芊芊，我研究了一下历届少城主着考的文试试卷，总结出一些规律，在这个基础上拟了一些试题，题册我都帮你做了批注，如有不解之处一定要记得来向我询问。近日就收收你来探文的性子，文试是少城主着考的首轮笔试，万万不可大意啊。三年高考，五年模拟。看来裴思学不是很了解芊芊，这么多试题别说是做了，就连看他都不会看。好在我也略微研究了历年少城主着考考题，总结出一些规律，也拟了一些试题，不过只有薄薄这一册，都是精选题目，只要背过这一本就能轻松应对考试。你这勾画的重点是透题还是押题啊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，抓起来关三年的那种？你放心好了，学会这一本保过。哼，韩少君未免太过自信了吧？你既然知道此事关系到芊芊的前途，万不可大意，还是催着他多看一些才是。是，稳妥也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。现在距离少城主着考不足十日，哎，你觉得以他的脑子能背过那么多吗？啊，背不过。都是徒劳。哎，不要人身攻击啊，我脑子好使得很。芊芊，不如咱们今天就背过这一本，证明给韩少君看。韩少君所言极是，我脑子确实不够。裴思学，失策了？还是我比较了解芊芊？我与芊芊自幼一起长大，他这是在自谦。我与他成婚多日，他与从前大有不同。大有不同倒没。你怎么知道你了解的他是真正的他？是不是真正的他，我也有时间慢慢了解，不劳裴思学费心。芊芊，